游泳圈上面飘湖哎，那不是底下。好、啊，你要穿红的吗？上面是啥？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品尝一下综合版的摸摸渣渣。结果它椰奶是咸的，然后材料本身，它煮过是用甜糖粉煮过了，所以是甜咸甜咸的口味。嗯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椰奶真的有点太咸了。然后这绿绿的我吃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，再来。这个是休息区，但是要租，然后这是漂流盒。
溜下来顺便当飘飘河，还不错，这设计蛮好的。Yeah.